戴上我们的金戒指一对，有没有很温馨啊？我们人事处真的很贴心哦。好，现场不仅要送上我们的金戒指哦，还可以派给我们早生贵子，所以送上我们的金蚕子。金就是代表金，金生囝意思，我们叫做早生贵子，叫做金蚕子。那恭喜这两对新人，在这一刻呢，他们即将要共度一生，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在茫茫的人海中，他们都在另一方找到他们的另一段家园。在今天幸福洋溢甜蜜的生活里面，现场也祝福你们每一个日子里面都可以像我们今天送的金戒指、金蚕子这样子的辉煌喜悦。祝福你们相爱年年，岁月年年，相知岁月年年。有请我们来请求，啊，我们可以脱口罩照相，哎，来来来，对对对。促成的好姻缘呢，所以我有不为人婆啊，那么的方法做重要的吼，来一起来一起来，好，杰哥你的口罩可以拿下来。有一个是消防队员，虽然不在我们的县市里面，快回来了哈、哦。做老婆的要把他拐回来，对不对？好，口罩可以拿下来。好，看一下我们中间，第一张先没有手势，第一张先没有手势，先拍一张。好，第二张把你们的右手举出来，救命！需要你的双手做一个爱心，爱心，两个，爱心，这样都可以。我们要考验各位，哇，非常可爱。我们阿国处长可能第一次比爱心，我们的杰哥，你的爱心太小了，爱心要大一点。对，哎，马上升高爱心，看一下我们的中间，代表这两对新人心心相印。白首到老，恭喜两对新人。我们在座的未婚的男女朋友们要加油了，明年希望得到县长的金戒指的要赶快来报名哦。好，谢谢谢谢，我们也谢谢我们人事处啊，这么贴心。好，谢谢我们请县长留步啊，请县长留步。我们现在先来介绍我们的贵宾，介绍我们的神父，我们来介绍刘永清神父，我们掌声欢迎。张清真神父，韦方济神父，戴乃轩区长，新牧师，啊，牧师欢迎您，吕古峰。
处理。感谢，谢谢我们，还有我们所有在场都是贵宾，给自己拍拍手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的贵宾。好的，那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媒人，我们的县长呢促成两对好姻缘，然后呢我们是汉联在即将在即，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县长张立善张县长为我们今天的点灯，还有我们两位刚才的媒人，我们来送上祝福的话，掌声欢迎张大姐。好，谢谢我们今天最棒的主持人，然后我们民政处阿兰姐哈。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动哈，我们的吴淑丽哈，我们吴中云胡淑丽，还有我们的戴区长，还有我们的刘神父，还有张清真神父，还有我们韦方济神父，还有在场哈所有的我们的牧师神父，还有我们的这个传教，还有我们的主席，以及所有的教友。那今天我们云林县政府有我们的谢副县长，还有民政处张处长、行政处卫处长，还有消防局的消副局长、及环保局环护局长，还有我们教育处的邱处长，还有我们的政风处的杨处长哈。那还有我们民政处的陈副处长，以及我们人事处的黄杰南杰哥了哈，我们的人事处的处长，还有卫生局的曾局长，还有在场所有的我们县府的同仁，以及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谢谢。大概从几天前呢，我们呢云林县政府这个广场呢就开始布置，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气氛，而且我们已经感受到圣诞节已经快来临了，所以我想我们都非常开心，因为每年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就会早一天跟我们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的所有的教友来齐聚一堂，共同来欢度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生日，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隆重的登场。那刚刚各位看到哈，看到这两对新人，因为呢，在疫情的期间，他们只有到我们这个户政事务所登记哈。那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大肆的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宴席的哈。所以说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不只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可以来降福给他们哈，那甚至呢，给他们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婚姻幸福美满，好不好？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哈。所以我想我们要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上任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少子化那非常的严重，那最重要是什么？大家不敢生小孩，也不敢结婚，所以我就要求我们人事处了哈，也要办什么未婚联谊，因为呢，我们虽然每一个局处你看起来都在县政府上班哦，但是呢，人事处跟农业处，大家上班互相大概不怎么干扰，也没有认识，连上厕所的时间大概也没有碰面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办了未婚联谊，我们连续的办了好几次了哈。那去年不止这一对的哈，我们去年已经大概也有政风处有两位这个女孩子哈，跟我们的这个水利处哈，还有一个农业处哈，也都成婚了哈。那刚刚呢，是我们人事处的这个我们的曾小姐哈，还有我们也是住我们云林县，但是她在苗栗县的消防局上班了哈。那因为她住斗六市，那其实呢，只要涉及在云林县，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哈。那如果结婚以后，我们近期内只要有开学，就让她回来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希望他们赶快生小孩啦。好，那另外一位是我们信义国小的老师哈，那跟我们云科大的这个技师张技师也能够结为连理我想我们就是要多多促成这样的婚姻，所以今天也借由我们的牧师还有神父来到这里哈，也沾你们的这个喜悦哈，来跟他们祝福了哈。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个广场设计应该有别以往了哈，9米高的圣诞树了哈，还有呢我们这个麋鹿啦哈，还有我们的
水人呢哈，哎，我想林林总总都可以成为我们啊拍照打卡的景点。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啊农历年呢哈，应该这里哈我们广场都可以展现一个欢乐的气氛。那我非常感动，我们在主耶稣的这个恩宠之下，不只是给我们更多更多的爱，跟更多的幸福。那因为呢，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了暴力之气哈，随时啊情绪啊控制不稳定哈，那很多青少年就聚集斗殴，拿着这个棒球棒哦，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更多人受到天主的感召哦，受到哈我们这个宗教文化的洗礼，大家呢都能够心平气和哈，那情绪都能够控管啊，很多事情呢寻求正常的法律管道来解决，不要用任何的这个啊私刑或是用任何的这个方式来把你的情绪哈抒发出来哈。我想云林县这个农业大县哈，大家都非常可爱，尤其是我们农民很勤苦很诚恳哈，那也很热情，然后我们应该让我们农业大县哈能够啊一片祥和安和乐利，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这个期待哈。那我再一次的感谢哈啊我们啊吴淑丽，还有我们的啊这个刘神父哈，还有我们的啊这个啊戴野区长哈，以及我们张金珍张神父哈，大家一起啊跟我们教友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来到我们云林县政府的这个广场，我希望不要只有一年来一次，哎，有空就来好不好？好，哦，欢迎大家哈，哦，那我们期待圣诞节快乐了哈，哦，那我们期待主耶稣基督能够祝福我们大家平安喜乐健康啊吉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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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县长。再来我们有请牧林福传处处长，也是我们西罗天主堂神父刘永新神父代表致辞，有请。县长、副县长，还有各位长官、各位朋友，大家平安。首先我非常感谢县政府每年呢都会举办这个点灯仪式，然后呢让我们看到其实晚上的时候在县政府原来会那么的漂亮，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可是呢我们都很期待，因为我们已经有好几年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圣诞节之前跟圣诞节之后呢这段时间县政府是最漂亮的。那当然呢我们呢也在晚上的时间，因为借着这些灯这些光而让我们看到天主的受造物原来在晚上也这么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需要光，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非常的需要光，因为光呢会带给我们平安，光会带给我们温暖，光也会让我们不会害怕，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光，可是呢这些光呢时间过了总会收起来嘛，或是时间过了总会熄灭的，可是只有耶稣基督的光它永远存在。圣经上呢有一段话哦，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必不会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所以其实吼，我们只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光，我们必会找到生命，我们必会找到我们所要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永远的天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圣诞期间好好的来寻找一下，寻找自己的生命，也看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光到底在哪里，让耶稣基督的光可以点燃我们的生命，并且呢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光跟我们周围的人一起分享，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点光的人。愿天主降福大家。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刘神父。那刚才我们现场坐的媒人，这一对两对新人即将来分送他们的喜悦，让大家一起来沉浸在他们的喜悦当中。有请我们两对新人来赠送他们的喜糖给大家，用他们的心愿分享给在场的贵宾，让在场的贵宾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这样子幸福快乐美满。哇，你们可以线上一起祝福的话给这两对新人哦。那刚才现场也有说过，那我们只要涉及在我们民间的，那我们人事处呢每年都会办理我们的未婚联谊，希望我们所有要迈入我们婚姻的，或者要寻找我们婚姻的，我们的男男女女都可以借由我们的未婚联谊找到非常棒的另一半。今天呢，现场特别准备了金沙巧克力，金呢哈，所以记得刚才现场送你们的金铲子。县长要马上施法，他们祝福哇，好棒哦！来看一下，我们的副县长要开始尝了，我们阿哥我注定了，当然一口，对不对？一口的幸福，要让他们的幸福满满。哇，非常甜，对不对？县长甜不甜？很好，非常甜，对不对？就是跟希望他们的爱情就这么的甜蜜。好，我们今天我们妇幼小朋友来很多，没关系，等一下大姐姐大哥哥都会分送给你们的哦。现在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今天在这么美好的气氛之下，除了我们的圣诞祈福点灯之外，我们看到这两对新人即将迈入婚姻的另一段，希望他们早生贵子哦，希望他们早生贵子，明年就可以抱着娃娃来，好不好？明年一起来抱着娃娃来参加我们的圣诞点灯。我们希望我们明年抱了娃娃，我们县长再给他一个大礼，好不好？感谢感谢，我们一样祝福。好，在我们送往喜糖的同时呢，我们即将要有请我们基督教长老教会嘉义中会我们桥头教会的戴乃轩牧师，为了我们今天的平安祈福点灯仪式做祝祷，掌声有请。谢谢。咱请起立来接受上主的祝福。愿造化万米的主上帝，守住阮宝岛美丽的台湾，在你的厅下面，祝福阮每一个人心心灵拢平安永健，也眷顾阮这个森林的大的关，予阮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保守阮的环境顺利来推展。伫各项对的代志顶面，加添福气予阮，以阮做无到也无合宜的所在来纠正阮，将你的平安幸福收拾阮大家，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社会，予阮有和谐、有平安，予阮的出入拢有上帝你的眷顾，伫你的纪念你出世的日子，我同心享受你所享受，我平安和谐甲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谢谢，谢谢。
请我们的副县长谢淑雅，谢副县长请就位。有请我们民政处长张振国张处长请就位。有请我们行政处处长卫生祈福卡，有请副县长，我们卫处长张处长，还有所有的神父牧师们，挂上我们现在的祝福。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多贵宾来到我们圣诞典礼的会场，接我们的县长、副县长，还有我们所有的神父牧师。大家一起来点亮我们耶诞点灯，我们2021平安喜乐满园里。神父牧师们、署理，还有我们的局处长，我们的局处长，来，我们一起吧，来，局长，局长，跟钟美珍局长来，一起来，我们拍个合照，好吗？来，这里，这里，这里，拍个合照。好，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看一下中间。好，我们比个爱心，爱你 ，Jimmy。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今天天气非常好，气氛非常的棒。我们的圣诞点灯会场，感谢你们的助堂，感谢你们的祝福，还有我们今天两位新人也在此接受大家的祝福，非常高兴我们正式点燃我们圣诞祈福点灯仪式。那我们会有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大家经过我们云林县政府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满满的圣诞的欢乐的气氛。大家不要走哦，你们会觉得县长怎么不见了，副县长怎么不见了，大家有没有等一下得到喜糖的，有没有，有没有，等一下我们圣诞老婆婆要出来了，哇，我们的圣诞老婆婆出来，掌声欢迎一下我的两位圣诞老婆婆，哇，这是最美丽最漂亮的圣诞婆婆。我们的县长副县长要把我们圣诞节的平安的喜糖分送给大家，小朋友记得伸手拿糖果的时候要跟我们圣诞老
穿到红红红吼，用袂拢认袂出来吼。来，我们的圣诞老公公也出来分享喜糖给大家。今天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一起来点燃我们今年最棒、最温馨的一个2021挺爱喜的满年龄。那借由我们县长、副县长、副处长分送我们的平安糖给现场的民众们，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赶快把疫情击退，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能够喜乐，都可以健康、美满和幸福。今天在我们县长、副县长还有我们局处长分送平安喜糖的欢乐巷，感谢我们各位贵宾来到云林县政府广场。我们云林县府县政府有一系列的活动会在这边，那我们在元旦，元旦即将在西螺大桥点燃我们的元。
虽然这么年轻，阿妈咪啦，还是爱要当阿妈咪。